的游轮公主号从三藩市开往阿拉斯加，经过金门大桥下面。金门大桥是一座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悬索桥，它横跨金门海峡，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。南端连接旧金山的北端，北端接通马林线。全长 2.737 公里，1937年建成通车。有六个车道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孔吊桥之一。金门大桥是旧金山标志性建筑，世界著名大桥之一，被认为是旧金山的象征。在淘金热期间，这座桥是通往金矿的门户，因此得名为金门大桥。如今，金门大桥是世界上无数桥梁中最繁忙的桥梁之一，进入城市的驾驶必须付费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我们没有时间近距离去观赏。大桥两侧设有约 1.2 公里长的步行道，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，行人往返需要一个小时。我们的公主号游轮正逐渐远离三藩市金门大桥，驶向阿拉斯加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为我订阅和点赞。